欢的哥哥的话，记得点点关注。
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哦。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哦，换一个大一点的棉花。我想回家，印第安人。第二人的感觉。时间可以是吗？
知道可不可以学，应该可以的吧。做那种，现在都免疫了，都找不到刚开始的那种感觉，对吧？在哪里？应该就是钻粉那边吧。我想要给我去钻粉呢。加粉不给旁观。呕吐了一下，小猫熊的钻粉回来了，回来了，都回来了。
睫毛球，好，好。身体的保养的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我不能常熬夜。好，给大家投票一下吧，想听什么？看了一下我这个麦要接，你们投票一下。你说。小声一点，大家喜欢哪个可以说。精油今天好像没有。可以做哥哥的独一无二的那一个吗？哥哥记得关注我哟，记得关注一下，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。我一定要戴上耳机听了，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睡觉的。晚安，早点休息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吧，早点休息。先睡觉宝宝的话，晚安。该睡觉了。等会也要下播，然后我给哥们放一下那个录播哈，好碎一点。哎呀，我笑起来好丑，好碎一点啊，好碎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，给大家精油按摩，什么精油按摩？不是，没事。不是，我去海边那后台放点睡觉，那个还可以。
喜欢的哥哥的话，记得点点关注。
宝宝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。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哦，换一个大一点的棉花。我喜欢的家，印第安人。印第安人的感觉。
可以试吗？不知道可不可以试，应该可以的吧。应该可以吧。做那种，现在都免疫了，都找到刚开始的那种感觉，对吧？在哪里？应该就是钻粉那边吧。我想要给我试试钻粉呢。我一般不懂的都会问彤彤，彤彤不知道知不知道。呕吐了一下，谢猫熊的钻粉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都回来了。
是爱吃红牌牌的贝贝。睫毛球，好，好。身体的保养到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我不能常熬夜。好，给大家投票一下吧，想听什么？我这个麦要紧，你们投票一下。小声一点，大家喜欢哪个可以说。精油今天好像没有。可以做哥哥的独一无二的那一个吗？哥哥记得关注我哟，记得关注一下，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。我一定要戴上耳机听了，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睡觉的。晚安，早点休息哦，明天还要上班吧，早点休息。嗯，哇，先睡觉宝宝的话，嗯，哇，晚安。该睡觉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给大家精油按摩，什么精油按摩？是我去阿宾娜后台放着睡觉，那个还可以。
欢的哥哥的话，记得点点关注。
公报啊，喜欢的话给你点关注。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哦，换一个大一点的棉花。我怎么会做？印第安人。印第安人的感觉。
没到时间可以试吗？不知道可不可以试，应该可以的吧。应该可以吧。做那种啊，现在都免疫了，都找不到刚开始的那种感觉，对吧？在哪里？应该就是钻粉那边吧。我想要给我试试钻粉呢。我一般不懂的都会问彤彤，彤彤不知道知不知道。呕吐了一下，谢猫熊的钻粉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都回来了。
下一集和拍拍再见。睫毛秀，好，好。身体保养的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我不能常熬夜。好，给大家投票一下吧，想听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这个麦要接。你们投票一下。你说。小声一点，大家喜欢哪个可以说。做哥哥的独一无二的那一个吗？哥哥记得关注我哟，记得关注一下，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。我一定要戴上耳机听了，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睡觉的。晚安，早点休息哦，明天还要上班吧，早点休息。嗯，哇，先睡觉宝宝的话，嗯，哇，晚安。该睡觉了。给大家精油按摩，什么精油？是我去哈尔滨那后台放着睡觉，那个还可以。
喜欢的哥哥的话，记得点点关注。
好棒啊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。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哦，换一个大一点的棉花。我喜欢的家印第安人，印第安人的感觉。
没到时间可以试吗？不知道可不可以试，应该可以的吧。应该可以吧。做那种啊，现在都免疫了，都找不到刚开始的那种感觉。